大家好，我是老柴，我现在在合肥民主广场这里，这边是合肥西南边最繁华的一块地方，看一下车流量非常大，四周也是高楼林立啊。这座天桥也是合肥最大的一座天桥，然后在这旁边有一家酒店，我们安徽第一家五星级酒店，也就是那边那个欧式建筑啊，但是它现在据说已经倒闭了。今天我特地到这边来看一下它现在是什么样子。这里是酒店大门，看一下，这就是我们安徽第一家五星级酒店。如今是大门紧锁，人去楼空呀。这家酒店其实位置非常好，可以说是在合肥经开区最繁华的地段，2000年12月开业的吧，到现在差不多也20年了，辉煌了20年，如今却关门大吉了。看一下这边杂草丛生呀，枯枝烂叶堆了一大堆，这大门口还在滴水呢，这边有个地方也在滴水，大门紧锁。看这地面全都是灰尘呀，感觉已经很久没有打扫了。这旁边还有一家交通银行，交通银行还在营业。大门这里，这地上太脏了，水流的到处都是。看一下这个墙体，大理石都已经脱落了，破掉了。这是酒店东边的这一侧，这里也有一个门，这个门比前面那个正面那个大门啊还要慌。这个是酒店的夜总会，也关门了。好，今天视频就录到这里了，谢谢收看，喜欢老宅视频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谢谢。